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Faith 老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IELTS 雅思口说测验的第三回合。这个回合呢，我们要谈到的是有关 Part 2 Individual Long Term， 好，第二个部分的雅思口说测验，我们要来谈谈这个部分呢，同学们应该要学的一些技巧，应考的这个技巧。好， about individual long term, in this part, as I said, the examiner will give you a cue card and 1 minute to prepare before you talk on the topic for 2 minutes. 好，这个同学们应该都知道了。在第二个部分呢，考官会先给你一张 cue card， 我们也在这个作业的时候练习过了。好，在这个 cue card 上面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然后呢你有1分钟的时间来准备你的答案，然后呢这个准备好答案之后，考官会给你1到2分钟的时间，让你没有间断的来回答，就着这个 cue card 上面的题目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好，那大家应该也知道了，一个 cue card 它长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它会有一个主要的 topic， 譬如说这上面的是它请你去 describe a museum， 好，请你叙述一个博物馆，然后呢它下面会有很多的子项目，譬如说 how often do you visit the museum， 你多久会参观一次这个博物馆， which type of museum is popular in your country，好，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在你的国家里，什么样子的博物馆很受欢迎呢？ And why do you want to visit the museum? 为什么你会想去参观这个博物馆？好，除了这几个子问题之外呢，它有时候还会有一些 follow-up questions， 就是在追着问的一些进一步的问题，譬如说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importance of museums in history? 好，博物馆在历史上扮演什么角色呢？Or, how do you think of the heritage of a country? 你对一个国家的遗产，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Compare the museums nowadays and in the past. 请你比较古今，好，的博物馆有什么不同呢？好，这些 follow-up questions, 他们比较深入，好，然后也比较这个抽象一点，其实它已经有一点点接近你在第三个部分跟考官做双方对谈的那个题目形式了。好，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同学们已经了解了在 Part 2 Individual Long Term 你应该要做些什么 task。 等一下呢，等到这个我们所有的讲解都讲解完之后，请同学们去做第一个 exercise。 好，第一个 exercise 请你要去下载的档案呢，它是 Part 2 Exercise 1 Cue Cards， 在上面呢你会看到不同的 Cue Cards， 那这些 Cue Cards 都是我们在 IELTS 的口说里面常常会被考到的题目，请你就着这些题目自己去练习。好，练习完了之后呢，你可以下载这个答案。好，答案的档名叫做 Part 2 Exercise 1 Answer。 这些这个 answer 里面呢， Faith 老师有帮大家整理你大概可以讲的题目，这些题目下面你大概可以讲的方向，还有你可以准备的重点有哪些，好，都在这个答案里面老师跟大家分享。那就请同学们听完讲解之后就来做这个 exercise。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要继续看下去。 How to use your 1 minute to prepare。 好，同学就说，老师，这个1分钟的时间这么短，我到底要怎么运用？不是一眨眼就过了吗？我怎么可能好好的拿来准备我要回答的问题呢？好， Well, actually 1 minute allows you to do limited things。 好，你也知道嘛，1分钟的时间就这么短，60秒钟你 到底可以做多少事呢？其实是很有限的。 That's why you have to use it efficiently to prepare for your 2 minute talk。好，那你一定就是要懂得善用这1分钟的时间，好，有计划的来使用，这样你才有办法把你2分钟要讲的这些回答都好好的先计划好。好，这边呢有一个 4-step strategy， 有一个4步骤的这个strategy， 好，策略要跟大家分享。 Strategy number one, write down the main idea of each question。
好，如果上个礼拜有来跟 Face 老师或是跟你的 TA 做这个线上讨论的同学就知道，老师有在这个讨论的时候跟大家说怎么样来用一分钟准备你的问题。第一个步骤，第一个策略就是每一个问题你都要把你想要回答的这个 main idea 主要的这个中心思想，每一个问题的主要中心思想你要把它写下来。好，然后呢 try to come up with keywords that you will use in your answer. Try to demonstrate your vocabulary. OK, 好，这边说的就是譬如说刚刚我们拿来做这个 example 的 cue card, 那张 cue card 上面呢有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要讲博物馆。好，那在这个主要的题目下面有三个子题，三个子题呢它分别问你了一些问题，对不对？好，每一个问题你就要像 Face 老师刚刚说的第一个策略一样，每一个问题后面你都要想一个主要的 idea, 一个 main idea 来回答这个问题。再来你呢就要想到有哪一些字是我可以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字。好，你也要把这些关键字写下来。写的时候呢要把一件事情放在心上，就是在考 IELTS 的口说的时候，老师一直耳提面命的讲，考官他会来测验你，来衡量你的是你这个 vocabulary ability,你使用智慧的能力，你有多少智慧呢？你有没有很多好的智慧？你有没有办法有效的运用智慧？这些都是他来评量你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你在写 keywords 的时候呢，尽量想办法用一些好字，尽量想办法用一些有效的字。好，再来第三个 strategy, write down an example using few words。 记不记得 Face 老师也跟大家说过了，在做 IELTS 口说测验的时候，最最忌讳的就是你只给非常简短的回答， Yes I do, No I don't, I don't know, 这个是非常简短的回答。好，那他没有办法知道你口说的这个流利度还有你的智慧程度到底如何。所以呢怎么样让你的这个答案变长，好，变得更有料更丰富呢？Do remember to give an example, to give example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好，你把一些举例例子拿出来举，好，或者是你亲身的经验拿出来分享，这样子你的答案就会比较丰富，比较有料，对不对？这是第三个步骤，第三个 strategy 哈。最后一个 strategy, think about some transitional words you will use to link the ideas. 好，既然只有三个子题，那三个子题呢分别都有一些重要的 ideas 你要拿出来讲。好，这些 idea 你写下来之后呢，你要怎么样把它连接下来，好，变成一个顺畅完整的整体的答案。这时候你就要想了，你要用哪一些 transition words 哪一些连接词来把这些 ideas 全部连在一起。好，或者是把你主要的 idea 跟 example 连在一起，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好，这四个步骤你必须在一分钟之内就把它全部都做过一次，然后呢来准备你两分钟的回答。等一下 Face 老师会用一个题目来举例给大家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准备。好， On the cue card, there are usually four points for you to talk about. 好，我们刚刚有看到了，在那个 cue card 上面它有三个子题，然后下面有 follow up, 对不对？好，那通常呢我们就把它看成切成四大块，三个子题跟 follow up。 好，你要怎么样来分配你的题目你的时间呢？你看看 cue card 是长得这个样子，对不对？像这个 cue card 上面它主要的这个问题是博物馆，然后有三个 1,2,3 三个子题，然后呢下面有 follow up, 我刚刚说过了。好，这就构成了四大部分。四大部分你要怎么样来分配你的时间呢？好，一到三它就是 1,2,3 对不对？然后这下面的 follow up 是第四部分。好， 4 points to talk in 2 minutes, you can split your time into 4 chunks。 好，第一个
子题，你大概可以用20秒钟的时间来回答。第二跟第三个子题，你也约略的可以用20秒钟的时间来回答，这样子一分钟就用完了，对不对？然后呢 follow up 就是第四部分呢，你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回答，因为 follow up questions 它通常会多于一个，好，可能有两三题，所以呢你用一分钟时间来回答差不多。好，那记得这个时间的分配，等一下呢同学们在老师的讲解结束之后，你回过头去做 exercise number one，不是第一个exercise 里面老师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很多 cue cards 给大家练习。好，那你在练习的时候呢，就请你可以用我刚刚说过的四个 strategy， 好，四个这个技巧，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时间的分配。好，你慢慢的练习久了之后呢，你就会抓住这个感觉了。好，我们继续看。所以呢 a main ideaSome keywords, one example, is more than enough to talk for 20 seconds. 你要想想看，每一个 point, 老师说你可以分配到大概20秒钟的时间，那其实20秒钟的时间非常短了，那 你拿来讲一个主要的这个 main idea, 然后加上一些好的关键字 some keywords, 再加上怎么样让它变有，让你的答案变有料，就是给 example， 给你的这个 personal experience， 给你的经验。好，你看这些加起来其实就足够，非常非常足够让你说20秒钟了。好，那你再想想看 a main idea， some keywords， a couple of examples is enough to talk for 1 minute。 如果你在想第四点这些 follow up 的 question，好，你要回答的时候呢，一样，一个主要的 idea， 一些 keywords， 再加上2到3个的 examples 或是 experiences， 其实你的另外一分钟也就解决了。好，这个就是要回到刚刚我说的，第一个，时间的分配，你要去有效的运用；第二个，你要去组织你的想法。好，怎么组织你的想法呢？回头过去想我刚刚说的那个四步骤的 strategy， 好，多练习绝对有办法让你就是有办法让你好好的有组织的来回答问题。好， remember adding more details enables you to demonstrate good vocabulary and good grammar structures。 好，就是多说，好，多说就可以展现你的智慧，然后呢展现你这个使用文法的能力。但是呢同学们要注意，你的智慧一定要够好，文法一定要正确，否则就会变成多说多错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好，这边是第二个练习。第二个练习里面呢，就是要一步骤一步骤的来带着大家练习。好，同学们需要做的是你要去下载第二部分的练习，档名叫做 Part 2 Exercise 2 Bit by Bit。 好，再来呢你要用刚刚 Face 老师说过的四步骤那个 Strategy to prepare for your 2-minute talk within 1 minute and then try to download the answer for your reference. The answer, the file name is Part 2 Exercise 2Answer。 好，这边呢请同学就先把老师的讲解停下来，然后呢去做这个 exercise 2。 做完之后呢，老师会给大家一个这个答案的讲解。好，那现在呢就先请大家把这个老师的讲解暂停，然后呢回头去下载第一跟第二个练习，请你在第二个练习做完之后呢再继续来听老师的讲解。OK， 相信同学们呢都已经做完了第二个 exercise， 现在呢让 Face 老师来讲解一下这个 exercise 要怎么样运用我们之前讲过的 four step strategy 四个步骤的这个策略来在一分钟之内准备好你需要回答的这个题目。好，这个第二个 exercise 你拿到的 cue card 是这样子的，他请你 talk about a party you recently attended。 Number one，
When was the party? Number two, who were there at the party? Number three, what happened at the party? 好，这三个呢，题目是你需要回答的。再来的 follow-up questions are, do you enjoy attending parties? Why or why not? And you have to explain your reasons. 好，在这个第二个部分的考试里面呢，你首先拿到 cue card， 你要做的就是 read the cue card， 好，仔细的去阅读。再来呢，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必须要用这个 four step strategy 四步骤的这个策略，好，来完成一分钟的准备。四步骤有哪些呢？第一个，你要就着每一个问题写下你要回答的 main idea。第二个策略是 you have to write down some keywords， 好的关键字。第三个步骤是 you have to write down one example， 好，最后一个步骤是你呢写下一些 transition words， 这些连接词，让你来知道，就是让你把这个不一样的每一个这个答案之间好好的做连接。 OK， 好，这样子做下来之后呢，你就有办法好好的组织你接下来两分钟要回答的答案。 OK， 好， Write down your notes for each question point. For example， 好，你在写这个，你在做这个notes 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做笔记的时候呢，请你写的时候要写整齐，然后不要乱七八糟写，因为乱七八糟写呢，你会没有办法抓到你这个做下来的笔记。好，所以你可以怎么写呢？稍等一下，我们来充一下电。好，好，我们回到这个讲解，就是在你的笔记上你可以这样写，你要回答的是有关 party when who and what， 对不对？好，你就可以这样写 when， 第一个你要写的是你要怎么样回答 when 这个问题呢？ main idea Sunday morning， OK， 好， some keywords， 你可以想哪一些 keywords 呢？你是不是可以想到说这个在礼拜天的早上谁家开 party？ Mary's place。 好，再来 who， 谁参加了这个 party？ OK， 十个人， 10 people including XYZ， 有谁，对不对？好，第三个问题他问你 what。 好，那在这个 party 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也许你的 party 里面有 music， 有 dancing， it's a party， birthday celebration， 这些都是你可以回答的 main ideas， 请你一一的照顺序把它写下来。好， When a Sunday morning at Mary's place， 这个老师刚刚说过 it's an idea， 对不对？它就是你回答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核心。好，那还要加上一些 keywords， 对不对？你的问题你的回答除了 Sunday morning 之外，还要多一些 something else。 好，你可以讲些什么呢？你可以讲那天的天气， The weather was sunny， 对不对？或者是在 Mary 家，好， Mary 家它的装潢怎么样呢？ Mary's place it's cozy。 好， cozy 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关键字，它表示一个地方它的气氛非常的温馨，就是 cozy 这个形容词。好，第三个这个策略记不记得，就是你要把你的回答加上一些料让它更丰富，给一个 example。 好， example 你可以讲些什么呢？你可以讲谁邀请你去参加这个 party， 对不对？ Mary invited us several weeks ago， 她多久以前邀请的？好，你看看细节一点一点加进来之后，你的答案就变成很丰富，而且很有秩序，井然有序。好，你的这个 note 这样写，等一下你一看就知道你要怎么样来回答你的问题。好，这边呢 Face 老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You have to extend your answer with details， 这就是最重点，你的
回答绝对不能是短短的。人家问你 when 什么时候，你只有说 Sunday 就停了，这样不行，对不对？你一定要有很多 details。 那怎么样扩充你的这个答案的丰富性呢？就是给一些这些细节哈。好， The more details you put in, the more opportunities you have to demonstrate good vocabulary and goo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我刚刚说过了，如果你多用了细节，好，你多讲的话，你就有办法展现你的词汇量，你就有办法展现你的这个文法的能力。可是呢，最重点是我刚刚也说了，你一定要用好的文法，用正确的文法，用好的单字，否则你就会变成多说多错了。好， details you can also add， 你还可以加上什么细节呢？你是不是在讲到 when， 讲到 Sunday 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谈谈是哪一个季节的 Sunday？ Okay, in winter, in summer， 哈，是哪一个季节？ Time of week， 我们已经讲了是星期天。 Time of day， 哈，是早上早晨。好，像这些呢都是可以增加资讯性的细节，大家可以使用。 About Mary's place， 在谁家开 party？讲到 Mary 他们家，你是不是可以谈谈 Mary 家的 atmosphere， 她的气氛，她的装潢怎么样，或者是 location， Mary 住在什么地方， suburban area， 或者是 in the city， 或者是在市中心 town center。 好，像这些呢都是你可以加进来说的。好，Now your answer is extended with much more details, right? 你看你的这个答案因为有了这些细节就变得非常丰富。 OK， 好，我们现在来想想看这个整个问题要怎么回答。你可以说 A party I recently attended was held in a Sunday morning at my friend Mary's place. It was a sunny and warm winter day. I remember that no one was with the heavy coatEverybody was in casual light dress. Mary lives in an apartment not far away from where I live. Her place is not big, but very cozy. I think it is a perfect private party venue. Mary called me several weeks ago to invite me. I really looked forward to attending this party. 好，你看哦，这边这个部分，好，就是整个 cue card 上面的第一个子题 about when 什么时候的 party 开这个 party， 这个小的子题，你看这样讲下来是不是就是答案是非常丰富了。好，那你去分析这样的一个答案它有什么构成的呢？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四步骤，对不对？你看 A party I recently attended was held in a Sunday morning at my friend Mary's place，这是一个 main idea， 对不对？讲到 when 什么时候你去参加这个 party， 四步骤的第一个步骤，你就是要把你的这个 main idea 写下来。再来呢，你是要写 keywords， 对不对？ keywords 我们第一个部分，第一个 keywords 我们讲到了 weather 天气， it was a sunny and warm winter day。 好，我们又讲到第二个 keywords，讲到 Mary's place，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呢？你是不是可以来形容一下她的这个 atmosphere， 她的气氛？ Mary lives in an apartment not far away from where I live， and her place is very cozy。 好，这个部分你讲的就是 Mary's place。 再来，记不记得 Face 老师说你要记得给一些 example， 这个 example 在这里你就可以说，你可以谈到是Mary 在什么时候邀请你，她怎么样邀请你的，对不对？ She called me several weeks ago to invite me。 好，这个就是一个 example。 好，你看这样子讲下来差不多就是20秒钟的这个回答。那你把这四个步骤这些 keywords 好组织下来写在你的 note 上面，你回答的时候就会是非常有，就是非常 organized 的答案。好， You see, so by adding in detailsYour answer to a simple question of when extends into a paragraph with which you can talk up to at least 20 seconds. 好，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
你看，你把这些细节都加进去之后，你原来短短的有关什么时候开 party 这个回答，这个答案呢，已经延展成一个有系统的段落，至少你这样子就可以讲二十分钟，而且是不间断的讲二十分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讲到不间断，其实是你在口说考试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被评量的关键，就是你的流畅度，对不对？你不可能讲的时候一直停一直停，或者是支支吾吾的。好，如果你的 notes 写得好，然后你用的字用得好，你的这个架构也很好的话，你就有办法流畅的来回答每一个问题。好，那同样的 strategy 这四步骤的这个策略呢，你也可以用来回答这个 cue card 上面的第二跟第三个子题 about who and what。 好，这就要请同学自己去练习，然后去参考 exercise 2的 answer。 好，我们继续讲 about linking words and phrases。Okay, so linking words and phrases help you to connect ideas and sentences. 这些连接词，它帮助你把不一样的 ideas 还有不一样的句子把它连接起来。When you talk, you need to use appropriate linking words so that your listeners can follow you. 为什么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需要用连接词呢？因为连接词之前老师有说过，它就像胶水一样，把不同的 ideas 连接起来，让你的听众有办法去 follow 你的想法和 follow 你这个讲话好的这个顺序，这个内容。好，在这边呢 Face 老师整理出一个连接词的表格，里面呢都是这些有用的 useful linking words and phrases. So try to download them when you practice IELTS speaking tasks. 好，同学在做准备的时候呢，在准备 IELTS 口说的时候，请你下载下这个连接词的表格，然后呢试着去用这些连接词。这些连接词有哪些呢？我们来看看，如果你在要给一些 example， 想要给例子的时候，你可以说什么？看我们游标指的地方，你可以说 for example， 好 ，for instance， namely， 好，这些呢就是有效在讲要给例子的时候的连接词。人家听到你说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人家就知道接下来你要讲的一定是一个例子，对不对？好。那当你要加入一个新的资讯的时候 adding information， 好，看游标指的地方，你可以用的连接词有 and， in addition， as well as， also， 或者是 to， furthermore， moreover， apart from， additionally， besides。 好，这些呢都是一些当你在加进资讯的时候可以用的连接词。好，说完了很多，你要把你讲的话做总结的时候呢， to summarize， 你可以用的连接词有 in short， in brief， in summary， to summarize， to conclude， taken together， in conclusion，in a nutshell。 好，这些连接词呢，人家一听到这些连接词就知道你讲话已经告了一个段落，现在要做收尾了。好， when you introduce ideas in a sequence， 好，就是你有好几个 ideas 在说的时候，首先介绍这个，再介绍这个，接下来介绍这个，有顺序的介绍一些 ideas 的时候呢，你可以用的连接词有 the former, the later， 前面先是前者后者，或者是你也可以说 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finally。 好，首先，第二是，第三是，最后是。好，再来 the following，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什么。好，最后游标上面指的 the first point is that，首先，好 ，lastly， 最后我要讲的是，好像这些 sequencing ideas，
就是你有办法帮你把这个你要讲东西顺序排列出来的这些signposting words 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呢你一旦用了这些字之后，人家就你的听众就有办法好好的跟随你，好知道你讲话的顺序是什么。再来，当你要介绍一个 reason， 就是你要说服别人要给一个原因的时候，好，请看有标指的地方，你可以说 due to， 对不对？你也可以说 given that， owing to， because， because of，since， us， 好，这些呢，这些字，这些片语一讲出来，人家就知道你在这边要给一个原因了。如果你要给一个结果，你可以用的这个 linking words 可以是 so， therefore， consequently， as a result， this means that， 好，这些都是给一个果，给一个结果的这个连接词。如果你有两个不同的 ideas， 然后呢互相contrasting， 就是互相是相反的，好，或的话你可以用的连接词是 however， but， although， even though， despite， in spite of， nevertheless， nonetheless， while， whereas， unlike， in theory， 理论上， in practice， 实际上，好， when you're contrasting two different ideas， these are the linking words you can use。 好，再来第三个练习，Face 老师设计的是让同学看一个图片，好，就是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这个房子的图片，好，然后呢看这个图片之后，请你去下载这个档案，档案的名称叫做 Part 2 Exercise 3 Photo Description， 好，请你下载完这个你的作业 Exercise 之后呢，做完之后你可以下载这个答案 Part 2 Exercise 3 Answer 来参考。好，里面主要练习的呢一样是让你来形容这个根据这个 cue card 来形容一张图片，然后呢里面会请你去identify， 请你去找出，好，就是 linking words， 好，在这个答案里面它所有的 linking words， 所有的这个连接词，然后呢还有关键字，好，你觉得哪些字是关键字呢，请你去把它 identify 出来，做完之后你可以下载这个答案然后来做参考。 OK， 好，在这个礼拜的讲解结束之前呢，有最后一个重要的讯息要提醒大家，就是 eye contact is important， 就是同学们在讲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你的这个眼神的接触。好，老师在第一讲已经提醒过大家， speaking 的第一讲里面说了，在西方国家或是在说英语的国家， eye contact is very important， 好，它是这个最基本的对话的礼节。那你在讲话的时候呢，不可能眼睛是看着地上或是看着旁边而不看着跟你对话的人一样。 In the speaking test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have eye contact with the examiner， 一样在考 IELTS 口说测验的时候呢，请你千万记得跟考官要有适当的眼神接触。 A candidate with good eye contact gets a better mark because body language helps you to get messages across efficiently。 其实这个眼神的接触就像肢体语言的一部分，好，你的眼神，你在讲中文的时候，你在跟你朋友讲话的时候，你的眼神有适当的接触，其实也会帮着你把这个你要讲的资讯更流畅，好，更有效率的来传达。怎么样练习呢？ Try to sit in front of a mirror， 坐在镜子前面， Look at yourself when you practice speaking， 好，你在练习的时候呢就好像自己跟自己说话，那把这个镜子里面的你当作考官，好， This is helpful when you don't have any
speaking partner， 你没有任何partner 跟你练习口说的话呢，其实你是可以这样子练习的，这样子来练习的。This somehow unease uncomfortable experience simulates the exam situation。 你想想看，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把镜子里面的你当做考官，对不对？那其实呢，虽然这样子的练习有点 awkward， 就是有点奇怪，好，但是呢，其实它是跟这种奇怪不太舒服有一点怪怪的，有点 unease 的感觉，是跟这个这个考试的情境好是有一点类似的。所以呢，试着常常这样子练习，可以帮助你模拟考试的状况，那也可以帮助你呢，在没有这个对话练习的 partner 的时候呢，你是可以这样子去慢慢的习惯，慢慢的做练习的。好，那这个礼拜的讲解呢，就到此为止。我们一共有三个 exercises， 那请大家呢务必一定要去做这个 exercise， 然后呢下载这个答案，好，然后来参考。有问题的话，也请你利用 email 或是利用 Joiner， 跟老师做 appointment， 然后呢上网跟老师来讨论。好，那这个星期的讲解就到此为止了，下周再见。